那我们上次画这个猫脸呢，我们要把它再修饰一下啦，所以我们要裁剪，按一下剪刀，然后按一下空白键，按空白键之后，你就可以裁掉你不要的地方啦。我们可以按滑鼠中间放大，然后就把它这个修一下哦。你看它的脸有没有温润如玉啊？是不是变成美男子啦？这个小猫咪，美猫咪。好，我们把它脸呢胡须修干净之后呢，我们按一个 ESC， 让它的滑鼠恢复正常。那按线啊，然后画它的牙齿。画牙齿呢，其实就随便画一下，看起来很凶恶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啊。反正就是随机的画一下。那画到最后呢？那怎么结束它呢？好可怕哦！不用可怕，你按 ESC 就结束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很凶恶的小猫咪就画完了哟。